所以他起码也有做到所有时间线归一的意思吗？那人家也知道你不会在意就是了，你不会耍手段吧？哇，那么不相信人家的契约啊？毕竟你有前科在，我得小心一点。而且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篡改我的记忆。契约可是绝对性的存在哟，人家现在可是没办法在里面说谎，所以放心。况且这次人家是真的打算看你们而已哟。谁又知道你会不会突然改变想法？不说废话，告诉我那异空间怎么进去？啊，这个你不是做过一遍了吗？为什么还要问？我是误打误撞进去的，方法早都不记得了。虽然你能进去，不过劝你还是跟我一样在这看他们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这次的空间因为我没有进去，所以它自动化成了会把人们心中的恐惧倒映出来的异空间哦。然后我又说，如果是你的恐惧，你确定他们应付得来吗？如果空间只有他们的话，倒是会比较简单哦。参考一下我的意见吧，怎么样呢，小瓶子？对，之后新游戏都会从瓶子之后开始，是不是？会帮你想其他办法哟。肚子好痛。之前读到一半的书籍，上次阅读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生物相关。起因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，还好家里平时没什么人注意我。起因吗？因为儿时霸凌的经验，我终其一生活在痛苦之中，因为这样原因自杀了。幸福的人用童年照亮未来，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。那个起因是欺负他的吧？许多奖状，转学之后没有再跟他们用。当初家里为了治疗妹妹的病，搬到离市区比较近的地方也转学，然后算了，能怪谁？我怎么喜欢打扮自己？药品最近就能派上用场，饲养猫咪，一直偷偷养到学校，后来被别人那个欺负了吧？写到一半，剩下在学校写吧，未完成啊？未完成什么？未完成的遗书？他是怎样？他想要自杀是不是？到学校再写遗书？去莫琴借多的止痛药吧，他那里应该会有。莫琴在哪？厕所，来，我们来厕所看一下，你们要上厕所，虽然肚子却没有上厕所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加的那么高，看起来脸色很差，闭眼就会浮现那些画面。莫琴应该是他妹妹吧？妹妹的房间，对，满满的礼物，一出生开始就会生病，时常会羡慕他，为什么就只是身体不好能获得所有的目光我呢？哈，在想什么？你这个废物！妹妹的衣柜，和服吗？一直很想日本文化。怕他哦，来啊！敏感又脆弱，能用的化妆品很少，很少出门。虽然我觉得她不化妆很漂亮，每当都常会骂我笨蛋哥哥。你怎么可以对妹妹讲这种话呢？白痴哦！白痴啊！人家女生喜欢漂亮，你就不要讲这种话啊。很向往校园生活，可是就是因为她没有参与到，所以她才会向往吧。找到不能被看到，你这家伙来我房间干嘛？借点东西，快点整完出去！哼，这就是你妹莫琴。拿水配药哦，还好没被哥哥发现我准备的礼物，我要给他一个大惊喜，嘿嘿。父母的房间，这边我都稍微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好像比我预计的还要更长一点。医学相关，怎会绝症后就在查资料？经济学、美术、日记本写的默情，这家里是不是需要我？贵重的东西，为了延长母亲的生命哦，这代表你母亲。你是有患有一样的事情吗？
为什么莫晴会在这？知道，是你爸吗？你爸会不会等一下叫你去卖火柴啊？你爸怎么一脸看起来就是我是你爸去卖火柴的感觉？哦，这是你妈啦，对不对？今天可能吃不了，记得早点回来。我想说靠腰嘞，莫晴会瞬间移动哦。吃药吧，药好果果然还是讨厌吃药。然后你爸就什么话都不讲哦，他爸就什么话都不想跟他讲哎。现在早点回来，好啦。然后这里是邻居阿姨家，虽然不想学校，但逃学一定会被骂的吧。然后就地震了。这是哪里？头好痛！刚刚明还在教室。啊，这不就刚刚那一个吗？一开始的时候。所以意思是我们一出去的时候就开始被追了，是吧？哎，走呀走，我们一起冲！对不起，邻居。他是不是没有穿裤子啊？我操，这会太刺激了一点。居然冒青口呢？为什么鬼？现在鬼是怎样都不喜欢穿裤子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过来！好，美工刀又坏掉了。然后这回应该是不会再遇到那个谁了吧？这回直接上锁，对。哎，这回是直接遇到这个人，你是你把我带来这的吗？等一下，蛋磊，不要骗哦，我刚好像看到他名字哦。每次扫黄都有你，啊，这什么莫？这什么莫来吗？这什么字？我差点把他看成莫堪呢，靠北哦，这什么字？上面三个十字，哦，这叫莫桑。你是谁？你把我带来这了吗？他叫莫桑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。我醒了就在这了。我要怎么相信你？我这给你什么？这是我身上唯一有的东西，是我奶奶的遗物。总之先放你那。现在能相信我了吗？勉强吧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能获得你的信任。那就勉强当你不会害我吧。但你要是敢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我会把这东西弄坏。好。我叫杨颖，叫什么？莫桑。莫桑加入队伍，离开的路应该在楼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好像在哪看过地图。哼，就先听你的吧，反正走错的话再回头就好了。你能到吗？拿到了。保健室钥匙。离开不是走这啊？往上你又说不对。走吧。嗯。现在又可以走了，是因为我刚刚没有拿到那个钥匙，不让我走吗？保健室上手了，来 ，open the fucking door，go go！ 又一把钥匙， 203，我吗？嗯，外面那间吧。荒废多久，谁知道呢？内伤的药，有啦，你后面那一个应该需要啦，帮你上药，麻烦了，我们在那个桌子上药吧。在哪个桌子？你们想上什么药？不是我的，但觉得很眼熟，跟自己无关的事就不要做了。你们确定你们是想上药，不是想上 ？You suck！ 想上桌吗？对，在桌上的话就是上桌嘛，啊，在床上的话就叫做上。来吧，会有点疼，耐一下。你怎么又那么不小心？这次又是为什么？烹饪课的时候不小心被热水烫到。你觉得始终奔跑的学校有必要吗？我觉得啦，像我的话，玩 MV 的时候，我都会习惯性去调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要看人习惯。我觉得它其实算是蛮有必要的，因为我们玩游戏的话，我们不喜欢那种慢慢走，然后还要多按一个按键，然后在那边慢慢来的感觉。像我现在一直按着一个按键，我按得很烦，我承认，因为最近被养肥了，最近都不用特别按跑步键，所以现在要按跑步键，我觉得有点麻烦。
真的吗？真的啦，真是的。要是以后我不在了，你可怎么办？不会有那天的吧？你会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的，对吧？你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。要是哪天我不在了，可就没人帮你上药了。那就到时候再说啊，嘿嘿。你呀、啊，就是太傻了，才会被人耍了。这点我们彼此彼此。是啊。受伤洗手液，洗手液没用了，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你呢？你到底是？我们有在哪见过吗？或许有吧。为什么刚刚场景那么熟悉？好像他以前也这样帮过我。我说啊，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刚刚在桌上的画面用出来呢？对不对？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吧？啊。来吧，203钥匙。麻烦的东西就让他去一边吧。好的，怎么用？干仓库烦恼。我怎么觉得我一天到晚都在玩仓库翻游戏啊？认真。格格不入的是，去死一死啦！活在世上什么意义？看到你那臭脸就反胃啦。我的意义就讨人骂嘛，哈、啊、哈！哎呀，又见面了，小家伙。对，他是起因。别对我这么害怕，不就踹你几脚吗？要是见到我要好好打招呼，知道吗？你想要哪一种打招呼？哼，你跟其他男人也都这样打招呼的吗？哈哈哈！啊，渣渣，问姐被欺负谁？啊，你跟其他男人你也都这样打招呼了吗？难怪你看起来真干净啊。工具，冷血的清理工具哈。木头可以搬开，高跟鞋怎么会？感觉肚子在隐隐作痛。为什么我突然拿到了高跟鞋？清理掉吧。嘿咻，坏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怀表呢？我给你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从学校同学手上收到的。那怎么办？回去找找。等。哦，杨爷，我刚刚在做什么？哎，想不起来，算了，不重要。上次和平子借了一些书，今天拿去还给他吧。而且也有些问题想问他。平子好像住这，对不对？扣扣扣，你谁啊你？啊啦，是小杨宇，这应该是平子说的那个人吧。他在书房，你自己走过去找他吧。反正你也对这很熟了。阿姨还有其他事要忙，先走了。把这当自己家，不要客气哈。所以那是平子他老妈。你觉得起因不错吗？没有，我对于会欺负人的人都没什么好感的。就他长得再正再帅都一样。长相跟教养，对啊，平子妈妈蛮漂亮的，那个我觉得可以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作者他画的那个他这里面人物的图其实都不错，我喜欢啊。你来啦。好久不见，这是之前和你借的书。你还好吗？突然发生那么多事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我不是就是生病住了回医院吗？难道怎么了吗？没事，忘了也挺好的，这样也不会受伤了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帮我去厨房拿杯饮料吧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你会不会太嚣张了一点，直接叫我走、欸？哎，你们想你要人去？我不知道他们啊，我先说。我觉得他很正，就这样。哦，我没有想对他怎么样。而且你确定他是人妻吗？我有个疑问，你们对于人妻的那个几岁可以接受范围内？因为我觉得这家伙应该年龄上很可怕、啊，估计几百岁对他来说都算年轻了、啊。怎么会来厨房拿饮料？真是的，那小子，他刚刚有事嘛？这样可不行哦。嗯，怎么可以请那么可爱的女孩子帮自己跑路呢？啊，阿姨，放心，阿姨会帮你讨公道的、啊。阿姨，不要客气。完蛋，祝你好运。平子，祝你好运。你看他刚刚说什么？红色液体。他们家该不是吸血鬼家族吧？你能帮我去送他走吗？谁啊？要知道，人家可是除你之外的家伙都不感兴趣哦。刚刚房间有人吗？高中生，我认识他朋友，所以
然后呢，这种事你自己来也行吗？为什么要找人家？按别人说，先别进去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反正这件事你也没什么损失。嗯，是没什么损失，但也没有利益啊。你不是对人类特别感兴趣吗？你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做你的研究啊。嗯，行吧，那就去看看是谁让我们家的小家伙那么在意。我只是为了那个朋友。咦，怎么突然看不见了？雨，你在叫我，身体好重。杨宇，哈，杨宇，没回应。那个什么有用的东西？有用的东西吗？我想要悲伤的让人绝望的东西。遗书可以吗？这算悲伤绝望吗？试试看吧。高跟鞋，嗯，十分美味，谢谢。这样我就能满足的离开了。这东西也能算吗？虽然当时让我挺绝望的，就是。话说，国中高中生可以穿高跟鞋去学校吗？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、啊？可可罗婆婆吗？嗯。你们的爱好让我觉得有点害怕。刚刚扔的高跟鞋不在这吗？算了，探索吧。那、啊、为什么瓶子会在这？瓶子，央宇的朋友，来找央宇吗？你们没有在一起吗？他走回头路，然后被抓走了。走回头路吗？你把地板敲开看有没有用吧。敲开地板，路已经消失了，对吧？你怎么一样的方法，或者走进黑暗，那肯定那是不行的。一不小心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。你也应该想让他安好的回到现实吧。直接敲开地板，应该就不算是回头了，所以应该有办法见面的。谢谢，不用谢，我是为了你。快去想办法吧，让他一直待在夹缝里，不是件好事。这次一定好，看一下，跟央宇他们家的东西很像。看一下这边应该都有藏什么吧。等一下，你们说的可可罗婆婆是我知道那可可罗婆婆吗？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调查什么的。好，就要敲个地板。不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调查了吗？我刚刚按都没反应的，我以为都没有东西的。这又有榔头。啊啦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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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手上敲开了，应该在下面吧？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头有点痛，除此之外应该没问题。我把绳子丢下去给你，看看有没有能固定绳子的东西。把那绳子让我拿上来，快点，我们时间不够了。好，卖掉了，干！话是这么说，也没法确定这里有没有那种东西，先试试看看，顺便找找怀表。再找那一个好、哦，没想到摔下来就晕了过去。要是莫桑没有叫醒我，可能一直睡下去吧。这就是哪里？真是现实世界吗？算了，太多问题，先解决眼下重要事啊。明知是我没错，怎么会在这？为了帮你，既然你有方法能来到这，那就用一样的方法离开。我的话能可以，但你的话就不一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空间是特地为你们打造的啊，刚刚是多一个特定吗？特地为你们特地打造的，好像有点多哎。我觉得应该说特地为你们打造就好了，或是为你们特地打造的。那个第二个特定或第一个特地，我觉得可以没必要，没什么，总之就是不行。现在怎么办？先送你回去莫桑会面吧。你相信那个陌生人？你也相信他不是吗？熟悉的亲近感不是吗？你怎么会？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，等一切结束再说吧。你先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，有问题再来找我。